老板，啊，给你准备了光棍节的礼物，你过来看看呗。什么？这个吗？对。打开看看。不会吧？你不会？真的？你不会给我准备礼物？哈哈哈！有没有搞错啊？不会吧，哎，哈哈，还不会真的搞我吧？哇！这什么呀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我真的是，我真的怕了，就想跟你说了。啊，哦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你尝一下。骨头啊？饼干吗？多吃点。搁什么味道？你们在里面放芥末啊？还每一个都放了？你说你们吧。骨头都是一对的，你现在还是单身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人在意我，我在一个人的角落。我有什么想说的，心里没点数吗？我的天哪！别玩了，别玩了。